殿下，上市局的人来了。啊，是吗？哟，殿下，奴婢现在就去请。小姑娘，走吧。殿下，让你等你就等，你不会说话吗？你是不是要活活冻死，好让我心生愧疚？我告诉你，纵使你冻死了，我也不会心疼。殿下，菜凉了，奴婢端回去重做。不准赌气。天气太冷，菜才会凉。殿下息怒，奴婢这就回去。姚子衿，殿下若无吩咐，奴婢真的要回去了。好，那我就把你讨了，看你还能不能以奴婢的方式来对待主人。